看，知足天长行的第九句，心修窗天网，得一切佛初心显清净，观察调伏众生方便解脱门。前面妙光王是以清净的福德坚定菩提心，第九尊心修床天王，他所得的这个法门，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上求下化。一切佛出现在世间都清净，这是上求，上求佛道，观察调伏众生方便，这是下化。菩萨学佛，这个是必须要遵守的。方式这个一切佛出现在世间，大家都说这个缘分太稀有了，佛家讲瓦难，其中有佛前佛后。我们一般人总认为我们现在生在这个世间非常不幸，释迦世尊已经过去了，弥勒佛还没有出现在世间，我们生在佛前佛后。可是佛前佛后要知道，是对中下根性人说的。何以知道？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上就说得很清楚，为中下根性的人示现般涅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欲言顿上根，与这些事心毫不相干。我们读大乘经，这些地方不能不留意。经文上明明这么说法嘛，为中下根性做事实现，交代的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为什么呢？语言顿上根人知道，一切佛出现在世间，从来没有见到过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佛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。所以说是
我们这一生当中遇不到佛菩萨是在家，是我们的自己根性不离，自己根性大力，哪里没有佛菩萨？哪个地方没有佛出世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佛出不出世，不在佛那边，在我们自己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说到是依报随着真报转啊。诸佛还是我们的依报啊，我们依报当中，这一般讲的依报有两种啊，一个是有情世界，一个是起世界。诸佛菩萨知正觉世间，这最多讲到三种世间，三种世间都是我们的依报啊，依报随着正报转啊。大乘经里面佛也讲的很多啊，我们一念觉诸佛出现世间，一念迷诸佛灭度。诸佛有没有出生，有没有灭度呢？在我们自己一念觉迷，这个讲法才是正理，才讲得圆满，讲得究竟的。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体会到这个道理，我们在不但在一生当中，生生世世自己能做得了主宰，自己能做主，我才找到啊。宗门里面常讲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你才找到啊，把真我找到了。这个身体不是真我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大乘佛法的可贵就可贵在此地，我们迷失的太久了，无始劫来我们迷惑了啊，迷失了自信的。总算过去生中还修集了很深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在这一生当中能够遇到大乘佛法，能够遇到殊胜的法门，遇到之后我们能不能得到真实受用，全在信解行证。我们相不相信？藕益大师说得好啊，讲到信，头一个要相信自己。
佛在一切经上所讲的，都是帮助我们建立自信心。怎样才叫自信？虚空法界是自信变现。自信是真正的自己，虚空法界是自己变现的。一切众生也是自信变现的。诸佛如来还是自信变现的，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佛菩萨示现般涅盘，示现八相成道，全是自信变现的。自信本来成佛，我们学佛修行正果，全凭这个信心。依这个信心决定成就。所以华严经上讲，信为道源功德母。佛法讲信跟一般宗教上讲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在此地。我们的信心没有依正理建立。我们今天信佛，这信心从哪来的？情识上来的。我们的信心是感情的，感情是无常的，感情会有变化，所以你信心会变，你的信心会退转。有时候对自己信心完全丧失掉了。是我们建立这个信心的根源不相同。诸佛菩萨在因地上，他建立的信心是从理上建立，是从心性上建立，所以人家修行一帆风顺。我们的信心是从烦恼里面建立的，感情当中建立的，这信心不坚固啊。很容易呀，被境界转了。境界我们也认识不清楚，你说这个境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境界里头不是真也不是假，中观论上讲的八不就是说明境界的事实真相，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垢不净，不移不异，这个才是境界的事实真相。这个境界就叫做一真法界。
一真法界在哪里？我们现在住的何尝不是一真法界？我们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，怎么变的呢？为识所变，识是什么？妄想啊！这师尊在经上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这是说凡夫的境界，六道十法界从心想生的，心要不想呢，法界是一真。真正修行人，像大家熟知的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，人家住什么法界？住一真法界。怎么知道他住一真法界？他心清净，本来无一物。本来无一物，那就是一真法界。我们心也是本来无一物啊，那是我们的本性，是我们的真心。可是现在我们真心不见了，妄心作主。妄心是什么？妄想心、分别心、执着心。妄想心是阿赖耶识，执着心是摩那哈识，分别心第六意识。这诸位都清楚了。前五识觉悟的人，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迷惑的人呢，随顺烦恼呢，前五识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。相宗里面讲转识成智，我们才转得过来。怎么个转法？一定要跟佛学，我们才有办法转过来。离开佛菩萨，我们决定堕落。为什么呢？离开佛菩萨，你就随顺烦恼，随顺习气。我们要了解事实真相，随顺烦恼习气，我们的日子是每一况愈下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世不如一世。我们觉得这一生很苦，来生比今生还要苦，不知道要苦多少倍，想想这个就寒毛直竖了，真的恐怖可怕。那我们怎么转发呢？随顺佛菩萨的智慧。我们自己智慧没开吗？没开就借重别人的智慧。转自己的境界。所以为什么
净业三福，佛教导我们发菩提心，读诵大乘，读诵大乘就是随顺佛菩萨的智慧，转我们的境界。佛在经上说得非常恳切，教导我们，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，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。为什么？自己意思总是错误的。难道自己意思就从来没有对的吗？有，似是而非。佛说的话是真话。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，你有善心，你有善愿，你也能够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做一些善事，果报在天界。随着你的善行，你升到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。这是错了吗？我们看没错吧？佛说错了。错在哪里呢？天福享尽还要多三途，可见的，你从近距离看没有错啊！他善因有善果啊，得好得善报啊。可是你再往远处一看呢？哎呀，福享尽了，还是堕落。佛看得远呐，看得深呐。怎样做才是对的呢？出了六道轮回就对了。佛就点头了。所以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纵然修一切善法，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佛还是摇头，不是真善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善果会享得尽，这不是真善。如果你种的善因，那个善果是永远享不尽。佛说这是真善，这个是智善。所以随顺我们自己的意思不行啊。不行，真正的因素就是有一个自己。自己是我执吧。有我执就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脱离不了三界。你看看阿罗汉，我执没有了，烦恼障破了。佛这个教诲告明呢，叫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，要相信佛的教诲。你看，把我执放下，听佛的，跟佛走。虽然不是很高明，可以脱离六道轮回。你想想对不对呢？
这教学的方法是善巧方便啊，我们才领略到他的教学法的高明。怎样跟着佛走呢？读佛经，体会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。体会到佛啊，佛陀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，这样把我们带出去了，带出六道轮回，带出六道轮回，并不是就圆满了，依旧不圆满。为什么呢？外面还有一个境界，四圣法界。还是一个圈圈围住我们的，那么在那个范围里面依旧还要跟佛学习，佛说的话意味深长啊，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不可以相信自己意思，证得阿罗汉果之后能不能相信自己意思还是不行啊。如果证得阿罗汉果之后相信自己意思，你就永远住阿罗汉果，你就没有办法再往上提升了。到什么时候才真正可以相信自己意思呢？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这个时候可以了。所以在十法界里面呢，怎么说都要跟着佛走。十法界里面的佛，藏教佛、通教佛没界限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没有界限，一定要跟着界限的人走，就没错。声闻缘觉全教菩萨，藏通佛国都没界限。连这些人都不能够离开佛，我们怎么能离开？那也许诸位同学，佛现在不在啊，我们到哪里去找佛？你心里头念阿弥陀佛，你就亲近阿弥陀佛，你就在阿弥陀佛的身边。你每一天读诵大乘，读诵无量寿经，你就在极乐世界。你所念的，你所想的，全是佛菩萨的境界。还要想我们这世间人情世故，这世间恩恩怨怨，那你就又堕落了，又回头了。你不又相信你自己去了吗？又想你自己老一套吗？学佛没有别的，李老师从前常常讲换心理呀。换心理，换一个想法，换一种看法，换一种境界，我们的受用就不一样了。怎么换法呢？依据佛的经教来换。
经教不要涉猎太多，我们不是上上根人的，涉猎太多反而把我们搞糊涂。不得受用。所以应当专修专弘。这对我们中下根性的人来讲啊，一生当中一门深入啊。一门深入容易契入佛的境界。定慧等学，涉猎多了，心散乱，你不容易得定。经中讲一心，你没有办法得一心。不能得定，你就不会开智慧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纵然有智慧，佛经上讲的是智便聪，不是真智慧呀。真智慧是从清净心，是从禅定当中发的啊，所以没有定，决定没有慧啊，有慧那是我们世间人讲的聪明。这世间的科学家、哲学家，视之便聪啊！世间聪明智慧跟佛法讲的智慧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分别之处。视之便聪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真智慧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真智慧没有执着，它是清净的；没有分别，它是平等的。这个不一样啊！清净平等能解决问题，能突破时空，能超越六道，能超越十法界。视之便聪没有这个能力啊，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不跟佛学，跟谁学？佛在哪里呢？佛就是这一部真经。那么现在有人说，夏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本子不可靠啊，他是在家居士，不应该学他的，要学无量寿经的原译本。行，可以啊，无量寿经任何一个本子你跟他学都行。可是说这些话的人，他的本人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往生呢？能往生呢，也是凡圣同居土，品位不高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有执着，他有分别，有执着。没有这些分别执着，受持无量寿经任何一个本子，往生品位都高啊。
说这些话的人，批评古大德的人，他有过失。他要是善意来批评分别执着过失，恶意那就是罪过了啊，那是谤佛谤法谤僧的啊，那个就决定不能往生啊，还要堕落。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会基本不是从下联句开始，下捞之前就有两种会基本，最初会稽的王龙书居士，王龙书居士念佛欲知实质，没有病苦，站着走的，这是给我们做证明，会稽没有错，会稽对于初学人来说有很大的便利，那么至于会稽的好坏，那是个人功夫修养的问题。这三个会稽的人，说实在的话，对于佛法修养都是上乘的，都非常难得。但是所汇集的不能够尽满人意，这个也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为什么呢？诸佛如来他们的境界，凡夫决定没有能力测度，不但是凡夫，等觉菩萨都做不到。都不能够完全理解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何况其下的啊？所以下联句句是做最后的一次会议，这个会议本非常圆满，丝毫瑕疵都找不到。那么下老居士身份没铺路，我在美国是听美国特异功能的人讲的，我们中国人讲特异功能，一般人讲有神通。我在迈阿密弘法，就是讲这个认识佛教。现在诸位看的认识佛教这个本子，在迈阿密讲的。我到那里去，听众当中很多美国人。原来预定的是讲《地藏经大义》的，我看到在场美国人很多，临时把题目改了，
不讲地藏经，讲认识佛教。听众当中有两个美国人，有神通，有特异功能。他们看到夏联觉的照片，就是这张照片。他看到这个照片，他说夏老的身体完全是透明的，这我们看不到。他说他不是普通人，是再来人。这个是外国人，从来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听说过，在一张照片上能够看出，不是凡人。他怎么能从照片上看到这人身体透明？人身体透明是怎么回事？没有污染，心底清净，没有是非人我，没有贪嗔痴慢，身体是透明的。他看我们的身体里面黢黑的，严重的污染。所以他来给我们做最后一次会集，这个会集本决定流通到佛法灭尽。这佛在经上有授记，有说明的，一切法在这个世界灭尽了，最后无量寿经才灭。无量寿经啊，还延迟100年。在我们想象，最后无量寿经呢，还在这个世间度世100年呢，决定是夏老这个会集本。夏老往生的时候，给他的学生们讲。这个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，念老是他的学生，是他的传人，他所汇集这个本子将来从海外传到中国，这个本子会弘传到全世界。当时他们听到都莫名其妙，都觉得他说的话不可思议啊！怎么可能会从外国传到中国？哪有这个哪有这种道理？当时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这个本子也不过只印了3000本而已。中国这么大的地方，只印了3000本。所以现在看看这个样子，没错，果然是从外国传到中国。也真的传遍全世界。不是普通人啊，决定不是凡夫。所以有一些人对这个本子批评，我们看了觉得很可怜。那就是李老师讲的，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！自己不能信受啊，障碍别人，障碍别人的这个罪过很重，所以这部经不仅是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注释，
实在讲，他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出现。这一部经典就是一切佛出现的。非常适合末法众生的根性。末法众生没有耐心，如果看到这个东西分量太大太长了，他根本就不肯学。所以有人来问我，法师，你讲华严经干什么？我问他，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太大了，看到就害怕了，不想翻了。让那个录像带 VCD 堆在那里一大堆，一看到那么多，一片都不要听。他们要听什么？短的，很小的，喜欢这。那个意思还不就是佛法讲的，讲华严经不奇迹呀。我就给他说了，我还是要讲，不切你的机，你可以不要听。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类呀，听华严经的根基人在呀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，只要有一个人肯听啊，那我还是要讲。啊，你喜欢听哪个，你自己选择就好了，别障碍别人。个人根性不相同，啊，就跟吃东西一样，每个人口味不一样。啊，你挑自己喜欢吃的，不必去妨碍别人，这样就皆大欢喜了。啊，何况华严经对于末法众生来说，对于末法众生的福，众生的福祉，华严有很大的贡献。啊，末法在现前，我们在社会上常听到的多元文化，在每一个国家地区，朝野人士都非常关心，不同的族群如何和睦相处，不同的宗教如何互相合作。许多人都有这个想法，但是这种想法怎样落实？找不到方法。实际上，这些理论方法都在华严经上，所以华严经如果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那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最好的教材。方东梅先生当年在世跟我讲，他是个哲学家，他说华严经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概论。啊，我是方先生把我带进佛门的，是从这个观点里面进入了进来的。这是好教材。
我们看到经典上所有这些人物，每个人物都是代表一个不同的族群，代表一种不同的文化，他们能够圆融和睦相处。什么原因？菩提心，菩萨道。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，菩萨道是真正觉悟的行为。这个问题解决了，落实。文化不同，宗教不同，品类不同，这个都没有关系，反而在一起显示是多才多姿，真善美慧。这个境界才真的叫圆满了。所以佛法不是同化，是融合，圆融合合。他不是同化。我在澳洲跟他们这个多元文化局长也曾经谈到这个问题。他问我说，同化为什么不好？我说同化不好。同化是决定不健康。那个是要命的。要懂得。健康是健康，是要随顺自然，自然是最健康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华严经上就是个比喻，华严是比喻，花是花了，像个大花园，这个花园里面什么样的品种都有，你才有的参观呢，才有的欣赏啊，再慢慢看呢，美不胜收啊。如果同化了怎么样？同化把所有的这品种变成一种品种，那就同化了，再大的花园里头只有一种，看完一朵之后不要再看了，从通通一样的，你还有什么味道吗？所以各个不同品种，那才叫多才多姿啊！所以佛主张随顺自然。圆融和合决定不是同化。所以它是健康的。在我们一个身体也是这样的。我们身体就是多元文化。就是多才多姿。眼跟耳不同，耳跟鼻不同。如果同化了，好，眼全部都是，全部都看，听就没有了，人就完了。只能看不能听了，只能听不能看了，所以同化是不可以的。同化是违背自然的法则。融合是随顺自然法则。佛家讲融合，不讲同化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学到了，所以跟一切人往来，尤其是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你看我们诚心诚意尊敬他，爱护他，他有很多长处，我们也学习他，我们决定不去同化他。拉他的信徒，叫他放弃他那个教来信佛，这叫同化他，这个错了。那怎样就不错呢？他还是信他的教，做他那个教虔诚的信徒来信佛，来学佛，这个就融化了吗？这是融合吗？
那为什么彼此互相学习？啊，我读你的经典，你也读我的经典，啊，彼此了解，我们的误会没有了，歧视没有了，纷争没有了，就能和睦相处啊！啊，我以真诚心对待你，你也以真诚心对待我，这是顺乎自然的法则。啊，我们要想这个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这个方法才能够做得到。用同化的手段，一定百派比一派人要跟我一样，永远达不到和平。啊，所以这观念上错误。因此华严是最好的教材。现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士，如果真的想帮助社会安定，达到世界和平，融合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思想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华严是最好的教科书。我们有义务向他推荐，向他介绍啊。可是华严说实在话了，也不太好懂，尤其是文字。唐朝时候翻译的，虽然是尽量的用白话文来写，文字还是有一点深度。注解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两种完整的注解：清凉的苏超、李长哲的后论。这两个人也是唐朝初年的人。所以没有这个中国古文的修养，文字可能有障碍，因此讲解就很费力了。讲解的不够透彻，怕人家产生误会，错解了经义。如果细讲，一定费很多的时间，这个是在所不免的。华严经常每一个道理，每一个方法，每一个境界，都重复说很多次，而不是一次。那么，这也是佛教学的山桥方便，让我们多次的熏习，尤其是重要的理论、重要的方法，不断反复再说，加深我们的印象。让我们牢牢记住，把这些理论方法落实在自己生活上，我们就真正的受用了。落实在生活上，我们过佛华严的生活。佛华严是化身大士的生活，是诸佛如来的生活，这就是个大转变嘛。转凡成圣呢，就是这个转法，是真正得到受用。你说转迷成悟，悟要不落实，你还是过凡夫生活。
理上明白了，通达了，事上做不到。转凡成圣呢，是把这些理论落实了，事上都做到。转凡成圣呢，世俗所讲的正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上求是我们的重点。今夜三福幕后这一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这是上求佛道。跟定老师，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我们跟得紧紧，一步也不离开。念念想着佛的教诲，念念遵守佛的教诲去奉行，这就是一步都没离。我们跟定佛陀，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，那么然后才能帮助众生。末后一句，劝进行者，劝是对还没信、没有信、没有接触的人，对他；进呢，是已经学佛的，帮助他精进。没有接触的人呢，要介绍给他，推荐给他，劝他来修学，告诉他佛法的好处，这是佛陀教育的好处。如果他是其他信仰其他宗教，我们讲佛陀教育他不太容易接受，他还有排斥，我们换一个名词，多元文化社会教育，这个他很容易接受，很欢喜接受。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，这个后面一半呢，观察调伏众生方面，这是属于下化。下化头一个要懂得观机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要认识现代是什么时代，现代人他想的是什么，他看的是什么，他听的是什么，他说的是什么，他做的是什么，我们要一清二楚，然后才能对齐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佛法永远是现代化跟本土化，离开了现代化本土化，决定不能度众生。佛教今天这么好的东西，实在上讲是人人都迫切需要的东西，照理说应当很容易推行的，为什么推不动？就是不知道现代化跟本土化。建道场要建宫殿式，古色古香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想学佛吗？学道吗？要做古人啊。要做唐朝人，做宋朝人，你说把人不就吓呆了？人家怎么能接受呢？对外国人弘法，不但要做外国人，你还要做中国人，做中国的古人，你才能学。
那外国人吓呆了，赶快跑掉了。他怎么敢接受？所以道场要建立现代式的、现代化的，绝对不能够搞一些宫殿的方式。那个建筑就现在一看着观光旅游的点了，绝对不是推动教育的，推动教育这种建设应该建立像学校一样。所以这观机是比什么都重要的，透过观察了。一定要懂得观机。一切设施都要能够被现代人欢迎接受。我们也曾经见到有一些法师真的做到完全现代化了，载歌载舞啊，现代化。但是切记不切理，把佛法忘掉，那个也不行。所以你看，观察后面接着调伏，调伏要用佛法的理论方法来调伏。就这四个字，观察切机，调伏切理，理机双起，这才能够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。而方法一定要便利，这个方便利用的方法要便利。换一句话说，要大家很欢喜接受，很容易学习，便利啊。你那个方法搞得太难了，太复杂了，大家学习起来不方便。很难叫人接受，你当然就行不通了嘛。所以这个地方六个字就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们观察，时时刻刻观察，这观机的功夫啊。观机不是说你坐在讲台上哦，仔细看看这些听众，不是啊。什么时候观机？跟一切人接触的时候就观察，了解这个时代的一个动向，思想的动向，观念的动向，生活的动向。种种动向呢，都在日常生活当中观察。一时一处都没有漏过。特别是我们发心要做弘法利生工作的人，你要不时时刻刻再再处处留意，你的说法就不积极。那不说都没错，那人家就是不肯听，就不肯相信。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旅行，在飞机上都关机，看看那些众生，看看他们的动态，你仔细观察晓得。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教化这些众生？所以观机要深刻。我们的方法
才真正是方便，才真正产生效果。无论在什么处所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遇到这些一切人，一切事一切物都要仔细观察。啊，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？他喜欢，他乐意，他肯接受，能够达到效果。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学习，哪有时间去打妄想呢？啊，没有跟大众接触的时候，就跟经本接触。啊，经本接触，结合我们观察一切众生所得的，把它融合起来，这个经的时候，我们对现代人怎么个讲法？看看古人注解，古人注解是对那个时候人讲法。但注解里面许多讲的是原理原则。啊，这个是好注子。啊，注解讲原理原则是什么场合都能用，那个用法就可以变通，活的不是死的。所以我们是活学活用啊。绝不是死读书啊。经上字字句句，你们听我讲华严，应当能体会得到。做文章的题目，他出了这个题目，我们照题目做文章。我在这里讲了，你们记录下去的文章，这一句是题目。这个一个题目，个人做的文章不一样啊。各个朝时代，各个法师所做的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观的机不一样。他所接触的对象不一样。所以讲法就不相同了。讲的虽然不相同，你仔细再观察，路子是一样的。这个原理原则决定掌握住了，一定是帮助众生脱迷开悟。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众生转凡成圣，这绝对相同。这是真正的佛法，活活泼泼的佛法，真正能够利益众生呢？利益众生自己就得利益了。我们学佛从这些地方学。我在跟李老师求学那个时代，见到时候新来的时候，我会特别亲切照顾他。为什么呢？我要跟他借法缘，将来我学成之后，他会请我去讲经。你们这些人这么多来的时候，你们个招呼都不打，将来的话他不会找你请你去讲经的。你要晓得我在全世界法缘这么是这么广，我对这个事情很注意啊。陌生人我一定给他拉手，一定给他交朋友啊。一定有小礼物送给他，说他会记住我，他会找来找我。你都要留意啊。借缘很简单的，买一点糖果，买一点花生送给他，很便宜啊，一包花生可以跟好多人借缘啊。所以真正学佛真的时间根本就不够用啊。要学的太多太多了。观察是智慧，调伏是功夫。自己怎样仔细去研究
佛这些在这个经教里面讲一些理论。我们知道每一部经展开经典的内容教理行果，这个四是这个四面教理行果如何能够适应现前这个社会，适应当代的这些众生，特别是青少年。所以如果诸位懂得这些学习的方法，你真的是法喜充满了，才知道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得多么充实多么丰富。佛家讲的法喜充满是事实。今天大家偶尔还有情绪，还闹情绪，还有高潮低潮，这个是完全没有起舞境界，起舞境界不可能有这些事情发生。佛家讲的是原则。原则如何能够把它很圆融的变成了现代化？佛家原则是戒定慧，调伏总不离开戒定慧。戒定慧如何落实到生活？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各个不同的阶层。各个不同的族群，各个不同的信仰，这就是功夫了。要在经论当中细心去体会，还不能作揖。作揖就夹杂着自己的妄想意识在里头，你的智慧不开呀。我们今天讲的纯客观，放弃自己主观观念，纯客观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起心动念处处都为他着想，没有自己，为佛着想，佛度众生；为众生着想，众生得度，众生得福。自己一定要站在局外，不能有一丝毫设计里面，丝毫设计里面，我们就有私心，就会把两面佛度众生这一面、众生得度这一面两面都破坏了。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啊！所以两面都会做得非常圆满了。华严经上就是讲这个道理，讲这个方法。所有这些人物都是例子，我们在这里细心体会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一心是真心，有一丝毫偏就偏邪了，这不是一心。我们弘法利生也是存乎一心，一心是真诚心，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。
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